我来准备吃，因为西安西北大学来中国有10年时间了。我看你还模仿这个陕西口音还特别不错。还行。他还没有做出陕西。来中国学习汉语，学了2年汉语，学了4年专业，然后研究生学的是汉语国际教育，说简单的就是中文老师。看别人吐槽我们西安女娃生了什么色。做出陕西。来中国学习汉语，学了2年汉语，学了4年专业，然后研究生学的是汉语国际教育，说简单的就是中文老师。看别人吐槽我们西安女娃生了什么色。